过去两年，香港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，出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大风险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中央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，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，解决香港问题，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，及时让香港由乱向治，完善特区的选举制度，确保爱国者治港。 Thank you.